哎，有没有听到啊？听到。听得清楚啊、哦？就跟这个样子的。啊，吴大同也说。很吃力呀、啊。他这个老爸欠卡债欠21万，要啊张德威还啊？啊？搞什么啊？跟他聊，他不是已经放弃继承了吗？现在你们那边6点半呢、啊？6:25。7:25。不了解。哦，好了，我看他起来没。你要喝咖啡，热可可。哎，是。喂，昨天打什么非典军？肺炎链球菌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下喘气，真是有骨气。Google 一下，我才懒得 Google。现在懒到 Google 都不想 Google 了。我也起床一阵子的啦，对啊，我可以跟他联系一下啊。阿威知不知道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去尿尿，去尿尿，你去尿尿。
哦，跟阿威聊。起床了哎、欸！哦，准备开工了。啊，开工前要准备什么？哦，那你现在就很忙了哈。好了，半个小时再打了。老妈是叫我跟你聊一下那个，她说到老爸的那个什么信用卡欠债的事。她说你也知道的。哦，好，好了，那待会再聊了哈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喂，啊，阿威刚开工，那搬，对啊，刚开工啊，要打卡、点名啊、照相啊，就准备出去开单啊。他说半小时后再打。他老爸信用卡那件事，他是有跟银行联系的，他是说办那个限定继承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他有去办理，我看他是办的怎么样。嗯，对呀、啊，刚起来咯，对呀、啊，姐。我躺在床上休息一下，我煮个意大利面。
对啊，今天晚上还是休假啊，明天才上班。你也有下团气。没事下船什么气？哎，睡不好。就是感冒啊，不舒服啊，多休息啊。今天你要上班？是，第一次。没有听哦。好，这是去到网站，是不是？叫会议通。你说那个？真不知道怎么讲。
不需要。哎。是。哦，晚上8点多。哦，不舒服，很怕呢，都要停了。哦。哦，做什么见证啊？是在候补教会嘛，一同啊，对呀、是叫不是每日新眼光哦，昨天啊，对啊，就是主日下午直播，什么英霸快乐教养法，应该不是哦。那什么圣诞解密？哎，要圣诞解密干嘛？他才52个订阅，能够有什么很好的表现？因为爸爸也不怎么样哈，哎，你有就听到吗？知道生命的奥秘，所以说今啊，天的演讲对你很重要，知道吗？因为12我不岁用就是听成啊，年了，我妈妈今天用这十个二的岁满心就意成就是年说，了，虽你然还有你四们没年的有时固定间，的三聚年的时间会。还来得。有啦，就是圣诞解密嘛，对呀、对呀、有机会再看呢，哎，有机，啊，我懂了。哇！碰到尸尸还活着，上帝保佑，上帝保佑。
2003。哦，是快乐教学法。哦，那你不是说做生命见证吗？哇，讲几个钟？嗯，很多很多，红了很。陈阿姨是基督徒哎、不是，好，开始接触。去煮煮，煮面吃了吗？可以啊，听听哦，什么音霸，什么快乐教学。圣诞节的我是没有听什么讲到，主是讲到内容啦。周老板有讲生日快，没有那个圣诞节快乐啦。还有那个伟丽的同事啊，新疆台湾大姨啊，老阿姨啊，还有大姨，我有传圣诞快乐啦齁，啊张德阿威啦，子林啊，都有传，对，大家都圣诞快乐啦。可能你一听那个主持讲到讯息，感谢赞美主。天哪！那么台湾那个都没暖气啊，冻死那么多人。有啊，稍微你上次说冻死很多人嘛，我稍微去查。
我老婆，这个鱼胶我先试一下哦，就是他是说先蒸过，然后要泡24小时的冷水。那你为什么要现在用？如果要用那么久的时间？他说要先蒸个大概20-30分钟，然后再泡。你是准备什么时候给我吃啊？泡冰箱泡一整天啊，当然，但是先他要先发好，这东西要发、啊，要先发、啊，所以我先。早上是说下一次回家的时候给我吃。对啊，这应该下，因为这个我没用过了，我先学一下，我先用个学一下。哎，老妈，那个鱼胶你有没有用过？哎呦，真的没用过哎、欸！伟丽说他很喜欢吃，他香港妈咪有用过，他的哎呀，我这不就像你自己讲的，自己 Google 就有啦，我就 Google 啊 ，Google 他是说。或者是 YouTube 啊，他是说先蒸一下，啊，蒸了大概15-20分钟，然后再泡冷水泡24小时，泡一整天。就他那是要发，要给他发。对啊。哎，紫菱阿威不错，送香菇还送很贵的那个瑶柱，对啊。还有送瑶柱，对啊对啊，心意，但是心意真的挺不错的，不愧是我老弟啦，跟老弟跟弟妹啊，黄子林啊。哦哦，对不对？我就以前我就一直问你这个问题，那些无家可归的，啊。干嘛要把自己 搞成自己流浪汉呢？人生干嘛搞得一塌糊涂呢？干嘛跟那个狼？怎么说呢？你告诉我们，你不知道。干你屁事啊！我的人真是干你屁事。讲什么话？连街友都不如啊！现在要领受到啦，肺炎链球菌，哎呀，
那他妈真的是中老年。你也想当好人？我搞笑啊！Merry Christmas！ 嗯，嗯哼。对啊，我再做一，星期二工作做一天，星期五做一天，礼拜六，他那个是轮班呐、啊，轮班就是有时候我要做周末，有时候不用做周末。对啊，做二休三，有时候做二休三，有时候做二休二。嗯，嗯，哎呀，还好啦。啊，阿威子林最辛苦啦。嗯，外墙洗玻璃呀、啊！哎，哎，不、哦，真是不好赚。真是辛苦。哎，哈哈哦，嗯，那老妈怎么正能量不够嘞？够，你还有内在，哎呀。老妈有穿，你有双重人格，多重人格哇，吓死人！对啊，明年
明年二月份四十五岁。哎，小倩几岁啊？啊？那小倩几岁啊？年四四十。陆四倩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那脸书看起来不像的，每天拍自拍，保持得很好，可能有运动了。嗯，我整个一脸大猪样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哎。你干嘛不邀约？好，哎，人家，哎，人家有姐好姐妹啊，你也有啊，你也有什么小青姐姐啊，还有小阿姨啊，啊，对。还有那个王者也不知道跑哪去啊，王者，哦呦，哇，这是真爱，哦。哦，那不是真爱，那只是为了钱。王者也是好阿姨啊，对。嗯，其实。哎呀，家庭暴力。天底下无新事，又不是新鲜事。对对。好好好。那好。哦，我要滤水。我滤一下嘴。那你也是吃意粉？我看这意粉够不够，好像不是很够。不够的话，我要。哦，对，都完了，完善了。嗯。Yep. Yep. 对啊。还没好吧？好了，好了。我已经煮了十五分钟了，但是你慢。你可以拿一条试试看，应该已经是熟了。我要炒个蛋。我不要蛋。我要蛋。这个怎么用啊？那压压压哦，没有先。没有，先把这个用。先把它用完。熟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没味道哦。没有，我在那个。哦，可是也要点酱油，稍微拌一下。不用了，太。哦好。
哦，所以你那一整盘，你挖一些给我，因为我想说我不够的，我加点米粉。对，因为米粉我全泡了，我想说不够的，我吃点加点米粉。对你，对啊，你先挖一些给我。老妈要去忙了，待会，待会。哎，你今天要上班啊？啊？为什么呢？二三四五六，哇！你是加班狂。啊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啦。嗯。嗯。嗯，哦，那有没有带百祥弟兄一起祷告啊？你直接点下来好不好？哎，注意你的话啊，他妈的！哎，好啦好啦，我知道你重复很多次了。嗯，哎呦，真服了你。好了好了。不想让我知道太多，哎，嗯，哎，啥？哪位？还你妈哎！哎，那他自己是什么嘛？发愿。好了，好了。嗯，他吃素不是信仰啊，就是纯粹的不想吃肉。有没有还本来地球？怎么知道？
啊，不过你不要不要一点蛋哈。我吃那么多青葱，我也很多蛋。嗯哼。哎，老婆呢？奶苔也给我一点。奶苔？什么奶苔？哦，好，你是用明太子，我忘记了，没事没事。对啊，我就喜欢吃明太子。哈明太子不错，明太子是什么？蟹子啊，螃蟹的那个子啊。嗯。对呀、啊，叫明太子，你不知道？哦，你突然忘了，现在又突然想起来了。哎，蟹子，嗯嗯。以前的过去呀、啊，那。有，我操！穿雨衣防病毒，哈那你，哎呀，你怎么没有上电视？哎，我靠！哎，真是轰动的！啊啊！还喝过白酒，那么多，轰动全球！哎，来来来！啊，没有了，没有。好了，我要喝我的柠檬汁啊，不是啊，那个芦笋汁、啊。我对，好啦。
半分。不要那么虚伪了。有啊，还是说，对，没有了，就真是要蹦迪蹦迪啊，蹦迪蹦迪。好了，我打个吃饭了啊，你要听你的圣经，我们做个简短祷告了哈。红百为之啊，地中海，好好。我慈爱天父，感谢你，谢谢你赐我们饮食，愿主解救我们饮食，感谢主啊，老妈跟我分享。什么红海危机啦、啊，还是什么英霸的分享见证？求主保守我们在这个圣诞节都有你的同在。感谢主耶稣，老妈也是提醒我们，主耶稣是爱我们。对我们的祷告祈求与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难。这个真好。要吃饭啦，吃饭了啦。煮。OK。哎呀。